他跌倒。没关系，可是很难起来。找到了。我要拔。这句我也要拔啦。耶，四根了。才两根。坐车要十根。耶，找到了。并顺了尊意，自己买到了青米红丝菜，又清香的银桂花。四处馆基本上想要做的甜点番薯饼，吃起来的蜂蜜就会较无香用咯。南爱做的蜂蜜老清香，下摆啊想要做的是棒丝番薯，也出菜地度啊，而用到的吃法还蛮买到，也哈多多好是晒吃法的季节，古时候可以来去买咯。我看到很多柿子啊。呀。这是绿色的，对，它有的还没有成熟。那柿子哥哥，我刚才有看到地上有一些柿子掉下来，那是太成熟才掉下来的。对，成熟的话我们又没有采它嘛，所以它如果被风吹的话，它就会掉下来。那我们采的话呢，尽量就找有一些黄色的。那颗。像这样的话就是刚好。红色的话又太软了，我们钩子前面都有一个弯弯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就是用来勾住它的。勾住之后呢，我们就往下拉。掉下来还可以用吗？可以啊，掉下来是还可以用啊，只是它就会有一点点受伤了。这一颗可以、啊。对，那一颗就可以了。慢点。太不错。对我来说很难。那么高的呢？那就再低一点。可是低的都没有啊。那就低的都先摘完，那个如果没有的话，再找摘高的、啊。我会不会砸到我自己啊？好有成就感。我们柿子的品种有三种哈，我们有牛心跟石柿。手上这一颗，它看起来像心脏，就叫牛心石。为什么这个那么硬、啊？有没有像石头一样？有，所以它叫做石柿。这个为什么那么像芒果？这是芒果吗？哦，不是，把它想象成很长的话，这是什么？毛笔。笔，对，所以这个叫做笔柿。新做的柿子对金融业快速涨，大家集团都有出产无香用的品种，故说也下来料理如何做得来听数，比说来看哪样，马上做得扎到最多的柿子了。好，计时开始啊！看我没发到，你小心一点，不要被我弄打个死定了。快点，三十秒，快点！看哦，好，都可以。这样八颗，可是五颗。好、啊，比我多直接赢了。耶、yeah, ，我打败一张方鱼了。他这方面本来就赢。顺利的时候就感觉很开心，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到。摘下来的柿子啊，中午得不用太久，可以夹夹老爷爷同光小摕，摘下来够泡皮，滴光灯做吃法的规矩。当然啊，都有几百只的刺的要处理。不过金门的洗漱馆，那种的晒柜，看到泡脱皮的刺的啊，出上的神色以后，好啦，那么当兄弟，我拿来做刺法的刺的，吃起来我无可用无啊。好难吃啊！嘴巴就是好干哦，这样嘴巴张不开，黏住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它里面有单宁酸的关系。这就是色的感觉，现在这个是像毒药一样，我等一下再请你们吃我们的柿饼，它是解药。不过啊，想要吃到当好吃的吃法，还有当到条路爱听书的泡脱皮的吃的，我开始天天的用法，古所也着吃的啊，还我夹夹拿到哪个一只蔬菜表，怎做的哦？进来的步骤呢，我们就是先让柿子进来做一下三温暖，因为呢，我们刚刚在削皮的时候，它已经受伤，我先帮它烤一层保护膜，就像我们跌倒要贴护贴膜一样。虽然很熏，可是有没有很香？有炭烤的味道，很漂亮。闻久这个味道觉得呛呛的，可以出去了吗？我已经哭出来了。一只碱粉度都可以用潮烧出来的盐，制作吃法的规则，就要当然24点钟用潮火去熏。一只做法，李太哥不下已经传承铁丝胎咯。古时候想要做吃法，莫做跟软功夫，要练到懂好哦。不
过下个洗厨馆啊，还无暗强诶，加是做得往汉义铺来吃看奈咯。现在我们要让它做日光浴，我们在晒的过程当中是把它里面的水分排出来，新竹最有名的九降风帮它吹干，第三天之后我们要帮它按摩，就外表把它捏一捏，像你们刚刚那样捏的话基本上它就会变成马吉了。来，大拇哥我们就这样子用力给它捏下去，它就会跟你笑咯，就会有一个酒窝。每个都要这样捏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。那士兵哥哥为什么要这样捏？看外表是干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它里面还有水分，你捏的时候会感觉水水的，我们就是要把里面的水分再排出来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要帮它按摩的用意。原来啊，我做出一堆吃法，去按摩过呀。酸困啊，吃食要去用五铺来完成呢。不过看洗漱馆的用诶，你咧一年动枪都唔记得枪枪咧。莫相干，吃法阿姨准备的吃法物，我天数唔用啥，记得吃法，先用板做出来给哦。左摇摇，右摇摇，啊，太阳公公出来了，太阳公公晒一晒，九降风儿吹吹吹，生的炭火烤鸭。讨厌炭烤，最喜欢拔柿子。我看视频的哥哥眼睛也红掉了。最不喜欢炭烤，这个地方太邪恶了。如果你被分配到这个工作怎么办？我就不干了，被放出面具。不用生意，不好给铺。其实啦，黑色吃法最重要的一铺呢，做好给吃法，厨体做得吃夹色。地太高，还做几页边。哎呦啊，你做的吃夹是都公用咯，公益老钱用，老菜都准备好些嘞。出家家再等新做来的吃法，强下准备来落做下煮菜咯。近半年啊，我老细厨干强下煮菜的是中药膳三三先生，用煮小朋友都要用番薯来做料理，寒假啊都会爱做甜点呢。那你们今天做的菜是什么菜呢？野姜地瓜 Q。